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在今天加权指数是一个出量的方式突破下降压力量能潮，那同时它是一个两点低盘的一个形式，一个破低后八法量价同步空。老师昨天跟大家预告是说这个盘势格局，我昨天的节目做一个重点，头部已经确立的后，任何反弹皆逃命，任何反弹皆出场。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存疑的哦，那就是在自习量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可以变出一根长红 K， 那你顺势你去抢这个反弹。那如果你等到了一个是带量长 K 的白点长 K 的一个破线，这个盘势格局确认主跌段向下变盘转折后，那果然今天加权指数中场以重挫106点做收后，投资朋友，其实，在股票或者期货选择权这个市场里面，一定是站在浪头上才能轻松快乐赚大钱后。如果你可以在上个礼拜五的盘前的9780、9780，那甚至于昨天入会的投资朋友，如果你有直接在9730直接空单期货满仓进场布局的，好，今天现货跌了106点，而且在五月台指的一个部分也一口气跌了100点，好，那么你一天就狂赚了420点，好，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获利之保证，但是期波的一个紧急召集令588计划，一天就已经全部赚回来888了哦。如果你可以在上个礼拜9800，那昨天顺势也在9730空单满仓进行一个转仓的动作，三天你就已经狂赚了660点，2.1倍。其实接下来就是顺势的去等待这一波行情可以发展成更大、更急速的一个波段了吼。好，如果9800点减掉9625的第一笔加第二笔175点，好，这个两笔加起来是350点吼。9780减掉9625，我们第三笔都是空2倍的一个口数，好，155乘以2，这就是660点，加上选择权60000，一口气三天的时间已经变成186000了哦。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机会，刘老师昨天就已经公开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哦，来9788三天不过了，这个盘势格局，如果就我的判断来讲，就要直接留仓，直接布空。任何反弹皆逃命，任何反弹皆空点。好，所有的投资朋友，你还在期待自习变盘的一个时刻点？可是刘老师告诉大家，因为所有的期货多单的一个筹码全部都是散户买的，我认为这个盘势格局应该是人去楼空。而且如果你懂得开盘八法的压力盘是空方讯，量缩反弹是空方讯，昨天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多方变盘转折，今天主跌段向下变盘了吼。所以刘老师昨天怎么样跟大家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今天还是两档股票喷出涨停板，创下整个波段新高。刘老师的玉金光也没有跌，刘老师的群创相对强势。可是刘老师告诉大家是说，投资朋友，我知道有少数一两成股票像我们手上会员朋友集中布局的持股这么强啊，今天大盘已经连跌了10个交易日，它都没有想要下来的意思啊。但是投资朋友，你有两档股票强，其他八档股票就是向下主跌段怎么办？你看到的是这两档波段的一个强势股这么多交，即便到今天为止，我们手上还要有两档强势股是创波段新高，还有9.01分直接跳空涨停板的股票。可是刘老师昨天怎么样跟他说，如果你不是我会员朋友，我希望你没有我的扣讯，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做一个进出，你应该关心的是手上八成的股票开始进入主跌段下杀，对不对？所以告诉大家哈，投资朋友，先把200点的伴手礼赚起来哈，那一天伴手礼打针了哈。那这个盘势格局，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空，用选择权来空，但是这个盘势格局只要昨天站不回，9788失守三天 ，N 头确立。任何反弹都是要布空单的吼。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散户把多单全部接走了，
可是昨天反弹起来，压力盘的形式，高档压力就是过不去，分时指标已经在这里叫你不要追空，告诉你弹高空。那昨天那个分时指标不是已经接近80的位置了吗？那如果你知道开盘800一高压力盘，隔日还是容易向它取低，除了昨天你会试驾做一个9765当冲空之外，好，投资片我们的期波紧急召集令588做对发计划。好，这在9:19的时间点。好，我就直接9780转仓了一个空单。好，我们曾经在这个9720补掉第三笔嘛。那昨天是不是弹高起来了？昨天是不是弹高起来了？这4月18号台指期货最高是不是弹高到9772？我请我的各位朋友来，直接试驾9730空。好，因为原本挂这个9750、9740附近没有空到，直接试驾改空，空到之后再把9800点的第一、第二笔补掉，直接转仓。好，停损设9850，勇敢布局主跌段下杀哦。9:45的时间点，直接再加空第三笔两口9730空，等于9730我直接空单满仓。新进的会员朋友，好，刘老师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变盘转折。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看，但是你要找一个去年从头到尾这一波盘势格局带你赚了6000点，这一波每一个盘势格局全部都事先跟大家分析预告的。你不要去找那种软体给你跟那个预告的5个、10个支撑压力对着拿出来讲。好，那哪有资金挂在那么多的一个支撑压力啊？对不对？简单的，这10天是一个主跌段跳水急杀向下行情，你有没有预告到、看到、做到、买到空单，赚到这一波主跌段下杀？今天破底这个盘势格局，明天都还有取低的一个风险嘞。好，这是4月18号的扣讯哈。然后这个是啊、哦，我刚讲的9:09哈、哦，第一笔挂9709。好，9750直接要转仓，结果瞬间急杀向下，没有空到吼，所以我们改价9730直接试驾空，那甚至于第三笔也是9730试驾空。投资朋友，今天台指期货的一个波段下杀，不论股票不论大盘都一样。投资朋友，其实是顺着趋势就能够轻松快乐赚大钱，问题是你看不看得懂大盘是主跌段向下的趋势。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是一个主跌段向下变盘的趋势呢？好，投资朋友，来，这个盘势格局，如果你已经错过了这660点的一个向下急杀的话，机会永远在您的眼前，就等待你在这个当下这个 moment 想跟着刘老师去掌握这个波段。好，因为既然今天盘势格局还是2点低，量价空，还是同步空。又是白点长黑，它已经突破一个向下压力量，向下变盘转折了。那投资朋友，接下来眼前是前低9566，如果再跌破，你真的不晓得这一波盘势格局会杀到哪里去了。好，也许有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还在等待这个盘势格局，好打低下来，今天有拉高结算的一个机会。好，可是投资朋友，2天之前台指期货进一个9680，昨天谈到9772的一个高点，反弹0.382的位阶就在9715。今天台指期货一开盘是不是9707直接跌破？那你也知道，今天9680可能就跌破，因为0.618的反弹都已经跌破了嘛。而且多单全部在散户手上嘛。好，虽然你看到分时指标已经在低点了。可是投资朋友，这种法人停损盘，而且低档区没有任何明显支撑的这种盘势格局，底部在哪里呢？今天爆发量价还是同步空啊。好，所以也许明天再杀低，这几天再破低的过程，它会有一个短弹，都是类似这种短波的反弹，因为趋势性一个非常明显的主跌段向下了。那更重要是散户多单的筹码全在散户手上。好，那投资朋友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把握一个最好赚钱的一个获利方程式，期货波段单哈，你把这个主跌段下杀的目标好好去做一个掌握。那至于这一波盘势格局到底会下杀到哪里呢？好，
那刘老师说你不必预设立场哦。总之，转折一成立的时候，你要瞬间建立基本的一个仓位。那尤其控盘者如果有同步成本优势的时候，来，投资朋友，摩台新泰已经全部空方控盘了。好，过去三个交易日已经有6.6万口的五月台子期货已经转仓了，对不对？那请问今天的收盘价，谁掌握价格优势？好，投资朋友，这盘是格局已经摩台空，台子期货也是空方控盘的。好，所以你可以去掌握到这个赚钱的机会，就在这个眼前的这倒数一两个交易日，你再不去切入这个顺势趋势的一个方向，投资朋友，波段单的空点就通常只有这一两个吼。好，投资朋友，今天台指期货的一个四月份结算到最低点，你在高档区做多的，没有任何一位投资朋友是赚钱的。那接下来盘势格局到底会杀到哪里？好，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就跟着刘老师期货的波段单去掌握这个顺势加码扩大战果，咬住一个波段，你就能轻松赚大钱。好，来，马兰空方去报后，八把量价同步空后，三天狂赚680点。好，那事实上是后来台指期货这个我是以9620算，那事实上收盘谈到9625附近，不过这个都已经不是重点了哈。来，投资朋友，如果你掌握到了55点进场布局选择权，今天在盘中出在170，这就是短短3天的时候，6万变成18.6万，来3天55点布局的9850点的 put， 已经大赚2.1倍。好，你3天6万就变成18.6万，甚至你报到尾盘会变成23万。好，那我们为什么先卖呢？因为接下来再用。赚到了115点，准备再拼无风险的一个获利的机会哦。那关于整个后续的一个盘势格局，刘老师说，好，投资朋友，你只错过了这个伴手礼而已哈，你只错过了前面这300点的伴手礼，后面的这整个波段的计划怎么样去做一个规划？我想这个礼拜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说的这里是一个时冲关键变盘转折。倒数的4根 K 线，如果2根 K 线，你把它当成一个碎步小十字的红 K 来看，它就是一个下降三法，长黑都是带量，碎步反弹都是弱势反弹。好，那只要杀长黑都是带量，反弹都是量缩，杀长黑都带量，这比较像是一个中期的下降三法，等于这个盘势格局你务必要小心谨慎因应。那到底这一波的主跌动会跌到哪里？好，投资朋友，这个盘势格局已经确认，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时节向上变盘了。好，刘老师所说的一个千点行情，你瞬间已经错过了一波600点的向下急杀的大红包了吼。那你只错过了这660点，好，以台指期货1.200，这个就是已经是12万以上的获利了吼。头部已经确立之后，主跌段到底会下杀到哪里落底？有哪些泡沫折腰的主跌段概念股？接下来你要开始比较明显的主跌段顺势向下趋势的操作。好，刘老师今天缺货涨价涨不停的股票，我们还是有2档股票涨停板啊。好，真的我们要集中少部位的资金做多，到底这个红包概念股在哪里？如果你想要跟着刘老师预约千点红包，下一波的买点主跌段落底之后，下一次再赚3根涨停板的一个机会，投资朋友，这场演讲会你就千万不要再错过，好吧？谢谢杨总，之后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都告诉您川普泡沫财富重新分配。4月23号星期天2点在台中福泰举止商旅，晚上7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日详情立刻拨打02-2578-3777，02-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他告诉您，川普泡沫，财富重新分配。4月23号星期天，从2点在台中，福泰举止商旅。晚上7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日详情立刻拨打02-2578-3777，02-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好，那我们现场好，投资票，心中无多空。深水势势转，其实跟着趋势赚钱速度是最快的，不论是大盘趋势或者是个股的趋势吼。来，刘老师在2天、3天之前，4月10号告诉大家吼，这辆个股我其实不打算公开，因为这是我清代会员朋友的股票吼。他今天已经攻到67.9块，而且是9:01就直接跳空涨停板吼，一档全新的光学股的一个主流。你跟着刘老师布局到百万，你也先赚10万。可是投资朋友，你手上一档这种股票，其他9档主跌当然要破底，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赚钱。好，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弱势主跌的股票换出来，想办法跟着刘老师。你如果现在赚到这13根、这20根的涨停板，你当然开开心心的可以期待这个盘势格局。你会觉得这个江山如此妖娇，你会希望刘老师再帮你挑出几档全新的主升段。涨价缺货涨不停的概念股，但是另外一档股票今天也是超强啊，9:30就涨停板啊。好，如果你可以跟着我们2天之前进场布局，百万再赚10万啊。如果你可以买在这个位置点，你百万再赚20万啊，几乎又创波段新高啊。这是我们另外一档股票，今天盘中也在创波段新高啊。这是4月17号预告3个向上跳空缺口，已经赚了20%的群创，是卖了之后短波就横盘了，先把第3个缺口补掉。可是震荡下压，未来还是有低阶布局的机会。那买点到底在哪里？可是投资朋友，这是 T50-1，长期的下降压力线已经突破了。那低档区是不是5浪加 KD 背离的获利方程式？为什么今天 T50-1创下短波段的一个新高？好，可是接下来我认为还有一批可以赚钱赚得很快的一个方向，可能投资朋友好，如果您愿意跟着刘老师去掌握这个方向，川普泡沫的一个行情，这档川普泡沫1号跌破，你预防主跌段开始下杀，高档区是5浪加 KD 背离。这档川普泡沫2号高档区的小圆头已经成立了，是不是过高的过程里面5浪加 KD 背离？这档川普概念股3号8个月的大 N 头已经成型了，今天破线第1根，好，也是高档区反弹的2波反弹，好，价过高的一个过程里面，指标也是背离啊。好，那今天破线的状况之下，一跌破是整幅对称，是不是3层？另外一波顺势赚得快的一个行情。如果你手上的都是这些泡沫即将要主跌但向下股票，投资朋友。接下来这个盘势格局，如果这一波的主跌段你没有避开，好，即便将来加权指数真的上万点了，但是你没有避开这一个时冲转折向上变盘，就算大盘真的上万点，你也赚不到后面那一波行情。这一关没有过，后面再涨千点，
再涨3000点，跟大家都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一里十重变盘转折，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演讲会，决定你一整年你有没有办法获利哈。好的，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哈。这个是刘老师连续这，我每天全部事先公开解盘，公开跟大家预告哈。来，当4月5号，加权指数喷出大涨138点。好，我想全市场只有刘老师一个人告诉大家说，李登辉，你等会哈，邪恶第五波连高手都到今天为止都已经套了300点了。投资朋友，邪恶第五波不是一般散户投资朋友可以去参与行情的啦。好，这里没有所谓的邪恶第五波喷出了，这一根 K 线就是失败第五波轧空解禁讯号。好，你感觉量价齐扬要喷出了，量价齐扬要喷出了，表示说什么？量价齐扬，反转之先找。如果你懂得这个盘，多单连留都不能留，当天赚到2笔，你就要出清了。因为这个盘是格局，全台湾最大的散户，6大散户全面很多。一个散户喊多，扑通一声跌了100点了。那现在6个散户喊多，那你不担心这个盘是格局再跌600点？好，来，17万张的红海轧空解禁喷出了。那这盘是格局不是波段反转这么明显，红海都已经打 pass 给你说这个盘是格局要波段反转急杀了。如果你看懂了，你今天已经大赚660点了，对不对？好，我说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找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且永远不会嫌太迟。好，永远不会嫌太迟。那刘老师怎么样跟他说？好，来，这盘是格局开低，就代表昨天的 K 线完完全全不对了，你要开始预防一个波段向下急杀，你要开始一个预防一个波段向下急杀的。好，如果你看懂了，你今天已经赚到660点。好，来，这个是4月7号这样跌了，你就要知道这个盘式格局规划都错了，因为9865这个低点都破了嘛，对不对？当4月11号加权指数已经破到9820了，好，我说高档区的这根红 K 也全部都失守了。夕阳无限好，只是性黄昏，最好做的行情就等红海交代背离转折高，还可以做多，但是只剩下那些小数的强势股。好，这盘四格局4天跳水150点，红海还会创高，可是红海在掩护中小型股的一个出货。这是4月12号告诉大家齁，你要开始去注意，这里就是缩表开始要变成一个变相资金回收，一跌很可能是1000点波段的一个回跌，如果这一关没过，再涨2000点你也赚不到哦。更何况我已经跟大家预告，4月13号就是四重转折。好，所以如果你看懂了，4月13号当天小涨19点做收，这盘四格局看起来还有机会啊。但是你懂得开盘八法，3天3高盘就是变盘转折，量价竟然是同步空了。投资朋友，你就是全线会把多单出清，反手布局主跌量布空了，对不对？好，尤其红海已经交代背离转折高了哈，所以当天你就买进这个655.9850，今天变成180000。好，空军紧急召集令。最后一次已经真心交朋友。来，这个是4月14号的一个盘前，9800-9780，盘前8:40挂市价不空，8:40齐波9800直接空2笔挂态度，8:55现货没开盘9780再加空直接空到满档，3个交易日之前。刘老师的空军紧急召集令，今天已经是2.1倍660点了。好，所以刘老师说这一波的一个盘势格局，投资朋友你速度要快了哈，速度要快了。那
大盘到底未来一个波段趋势怎么样发展，以及下一个波段的千点红包的十三根涨停，欢迎有时间参与一个投资朋友，台北、台中地区一个投资朋友，欢迎大家。好，这场演讲会关系到今年你怎么样真正有机会参与到后面的一个行情。好，可是外县市地区的一个投资朋友，好，刘老师所说的588作战计划，588作战计划最关键的制高点的一个布局机会，战场战线已经全面扩大，你最后一个布局机会就在这两天，你也可以直接享有刘老师的勾讯，跟着刘老师演讲会要跟他布局方向，直接切入未来赚大钱的一个机会，好吧？希望所有投资朋友能够安然度过这一波处跌段，等待未来有机会翻多，我一定会通知到你。预祝大家投资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亚投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他告诉您川普泡沫财富重新分配。7月23号星期天2点在台中福泰举止商旅，晚上7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日详情立刻拨打02-2578-3777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少年时辛苦打拼，为着厝内底的人，无外久时势，收一个就大汉啦。有一天才发现，咱已经老啊。嘿嘿，不过人老心未老，爱活了健康快乐。